好多時候我哋嘅着眼點，如果有情緒嘅問題咧，就將個焦點擺咗喺情緒度。但其實咧，喺心理學嘅研究咧，最好嘅方法其實處理情緒咧，唔係將個焦點擺喺情緒，而係將個焦點擺喺製造情緒嘅想法。原因就係咧，其實大部分嘅情緒咧，都係由我哋自己嘅想法去帶動嘅。咁所以咧，係能夠保持一個正面積極嘅想法。功能性的想法，即是有用的想法，健康的想法，帮得到自己的想法呢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么大压力的都市，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些所谓减压的方法。就我提供我两个的方向是相当不错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多些时间去学习冥想，或者一些的呼吸的练习。在心理學來講叫 top down， 即是由上至下的一個鬆弛方法，就是當我們能夠鬆弛放鬆自己的精神狀態的時候，身體隨而就是得到鬆弛。另外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，就是要學習一些所謂肌肉放鬆的練習。肌肉的放鬆練習我們通常叫做 bottom up 的方法，即是由下至上的方法。当我能够有效地放松到自己身体主要的肌肉组的时候，身体就会带动到一个心理上面和精神上面的放松。 MyCop 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介绍和应用最新最有效的心理学的方法，能够帮助企业是提高员工的心理素质和能力，从而去优化他们的人力资源。我哋有一句嘅 key phrase 咧，係用嘅就係 mastermind for wellness, happiness and success。意思咧就係我哋主要嘅工作咧，就係希望能夠幫企業嘅員工咧，更有效嘅掌控自己嘅心智，從而咧係有效嘅調節自己嘅情緒、行為同埋身心嘅狀態，以至咧可以帶動到或者係達到一個身心嘅健康啦，正面積極開心快樂嘅情緒啦，同埋咧創造一個更加和諧平衡同埋協商互助嘅工作環境，以致企業咧係能夠獲得更大嘅成功。